可爱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噔噔了噔噔噔噔噔了噔。闭上眼睛，你会看到更多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一滴，我想学 Q 去偷他个 buff。我去右边帮他们守一守吧，万一这里头有人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全军出击！哈哈哈哈！你套个盾吧，这露露这攻速咋这么快呢？我这英雄攻速好快啊。你我二人，一个安神点，我不进去，上来的卢仙半管血让我干没了，马上升二了啊！点，哎，好扣。简易抠一下呀，抠没抠中，就这种英雄吧，就没办法去先手，只能等。我的射程是550，勾啥呀？勾炮车吃啊！哎呦，我行啊！我先扣一下，试一下，小可爱。这个兵你得补吧，直接杀来，小可爱，卡哇伊。小兵杀的还可以啊，反正我死不了，怎么还是死了？他们家那派克不知道上哪去了，我们就直接就杀。嗯，我想想这露露出啥呢？侠的方向曲，帝国指令。先来红宝石吧，月石好一点吧，应该是月石。补个刀，只要一小撮。他应该要练我们家这个围巾了吧？可能往后点，下边来打。这波兵有点多。哎呀，是不是没补着啊？补着没呀、啊？刚才那车呀，无所谓了。
嘚儿。小可爱给 E 平 A， 你跟我打 Q 死。哎呀，闪现 E 手没事，死不了，减速点可以跑快快。为什么来打野了，谁能给我解释一下。也行吧，我们死不死其实无所谓。看他给个盾收一下，那别回家了，既然他们要打那就打。 EA 出小可爱点，你别我议着你啊，这卢仙收一下。再收一下。哎呀飞到了。收一下。收一下。跑快快走位点。四药给盾，往我这走来，走位走位，能打过不？费点劲哈、啊！给你下当了。关键是他有红，他要没红的话，这波俺们还能活。我这有英雄玩没意思，下回不玩这个，玩没劲。一会儿给那维恩套点盾，加点血就无敌了，这没啥意思。看看这卢仙走不走啊？打个眼儿的，小龙给个眼儿吧。他们家是派克六级，卢仙五级，我们家是维恩六级，我们五级。跑快快！嗖！一走位，收一下，小可爱定墙。你想拽谁？给盾。开大招清兵，行。这派克真是啥也不干呢，就在这一待。这里有眼吗？我刚才扫了没有啊？
都一样，可以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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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就一个蓝凯，无所谓的，你得变个小可爱就死了。小可爱减速点盐得大控制，点来给盾吃一下。小可爱给地推一下，闪现走，还拉我啊！哟，吓死我了！给盾大空了，阿东的阿歪了，哎呀！刚才小兵他为什么会打我呢？我也没在草里边 A 呀。咱来个月食再生器，我还真就没出过这玩意儿了。战斗中对一名敌方英雄释放一次技能，会给伤势最重的友方英雄恢复70到100点生命值，2秒。那这不是无限回血吗？2秒吸地的话，呀，给错了！哎呀，我摁的维恩怎么没给上盾呢？不对吧这？看来中路让人干了，我们得去支援一手了。维恩出错装了吗？没有出错呀。跳弹给你打，打不打？他干不干？为人出的海妖没出错呀，没人。给个盾，抽一下。这也没加血呀。是因为维恩没掉血吗？行，按错了，这回他掉了吧？这回他掉也没加呀，啥玩意儿呢？假了，那是他自己吸的血吧？给跑，快快，快上！你已经被强化了。
我开始无限给这维恩套盾。给小可爱。迎来了，给跑快快，抠一下这石头营。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维恩就死不了啊！放一万个心吧，你就。先来个明朗之靴，咱哭出一个救赎吧，来个救赎。出个西地海。一技能现在是持续2.5秒。持续6秒。啊，2.5秒的护盾，我们5秒的西地相当于2秒一个盾。我们赶紧跑快快过来，看看能不能追得上啊！差不多。对，跑快快！哎呦我这加血行啊，这加血！打两个眼儿，我们现在在下路啊，就给维恩做好眼儿，基本上就能无敌。这个眼儿不要了，这个眼儿插在这里，这样对面怎么来我们都能看得见。把这跳弹给打了，抽一下，抽一下，给抽耗点源。nice， 跑快快，加盾，再给盾，收一下，给盾，这无限套盾，你打吧，这红没事儿。我自己没盾，哎，为什么他身上有个那个啊卢仙的 W 就打到他？没事，你已经被强化了，现在你是无敌的，兄弟，只要我在你就死不了，你放心。你问我新英雄出 AD 还是 AP 伤害高，都不高。他就不是一个伤害英雄，他辅助你想伤害多高。小可爱给抽点，给盾抠一下，你搁这瞅啥呢？我给你变小可爱，你不完了吗？
小鹿，小可爱，注意一下，炮盾，怎么没人救我？你们都跑！给了，来，打波流跑快快，注意一下，再给盾。这杀没人，先过我这关，给盾。根本的就打不死，我那无限套盾你上杀得了的，还杀没人，杀你！没啥意思，这英雄配维恩起来基本上就是无敌。